王浩宇的选举方式比较像是一个鱿鱼游戏，不是鲶鱼效应。他到处在各个政治人物下面留言在出征呢、欢迎王浩宇把户籍迁来三民区，那准备正式投入选战对于这个我们是祝福但到底是不是一个鲶鱼效应？我认为不是。王浩宇的选举方式比较像是一个鱿鱼游戏，不是鲶鱼效应。他到处在各个政治人物下面留言在出征呢、那把这个选举往负面选战的方式在引导，我是非常的不认同。就公共政策，我们正面来讨论；对高雄未来发展，我们正面来辩论。不要把一个选战搞得像杀戮战场，搞得像鱿鱼游戏。我在此奉劝浩宇兄，高雄需要正面的选战。